反正优秀老婆具备的技能糖酥都有。对，如果真是现实生活中的，就是黄甫就是舔狗。啊，我笑死了。孤单的时候，抬着头仰望，等待一场雨落下。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彼此在剧中的角色吧。大家好，这个是我的老板黄甫爵先生。他虽然表面上看上去高冷、自大又臭屁，但是其实他是一个称职的老板，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人。瘦的呢？这位是我的房东先生黄甫爵先生。说完了。他是我的仆人、女佣，这是胖的时候。但是瘦的时候就变成我的女朋友了，我非常爱你 ，baby。我怎么不记得黄甫爵有这么油腻呢？看到剧本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太爽了！我是霸总，你得到我是挺好的。嗯，就是我看到剧本第一反应是，就是有一种。这个编剧老师是不是在窥探我的人生的感觉，有一点点相似，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从胖，虽然没有胖苏那么胖，但是我也是从胖瘦下来。其实真正就是有我们这种减肥经历的女孩是知道，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。我是一直有一个小胖子的灵魂，对，很可爱，包括性格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所以就是还挺惊喜的。为什么会觉得黄甫爵特别的惨呢？就是他恋爱脑，然后糖酥一直给他惹事儿，然后他要不停的摆平各种麻烦。如果真是现实生活中的，就是黄甫爵就是舔狗。啊，我笑死了。胖苏很擅长做家务，你本人怎么样呢？我特别爱做饭，但是因为你就拍戏的时间嘛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大展身手。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爱吃的人，很爱吃东西，很爱烹饪这样。反正优秀老婆具备的技能糖酥都有。如果是唱歌这方面的话呢？他唱歌贼好听，我天天就很期待他唱歌，他就不唱。我知道我的技能了，就当迷弟。好了，那就唱两句那个有一次糖酥舞台上表演的那个歌。回忆的天堂，钟声在脚下，迟来的谁的模样？孤单的时候，抬着头仰望，等待一场雨落下。喜欢一整天，一只猫陪在身旁，看云朵在流浪。哇，胖苏好棒！这是黄甫爵。好，我的才艺表演。你要在霸总和小迷弟两种状态之间切换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，也都是我经历过的生活，但是就是霸总的话，可能在我生活中更少一点，所以我更贴小迷弟一点。他就抹得我满脸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笑，停不下来。导演说你就笑吧，然后我们就好像就笑着过的。那剧中像这样的吻戏多吗？天天请吻戏还挺多的，而且我是第一次荧幕吻戏，荧幕初吻是吗？谢谢，感动吗 ？Respect，yeah。你们俩第一场吻戏是哪场？还记得吗？酒店。对，酒店那个大床房。然后是那个白色的被单，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刚认识时候的剧哦，那场戏重拍了。对，我们第一次拍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刚开机几天， 3-4天就拍吻戏，就是两个人就是还是有点不太熟，陌生的感觉。现在比较就是生疏，那场吻戏就重拍了。第二次就大家后来就熟了嘛。对，然后也是拍过很多次吻戏就有经验。第二次很丝滑。最终两个人在一起之后，有为对方做过什么改变吗？长泽最大改变是瘦回了以前的样子，虽然他不仅仅是为了黄甫爵，我希望可以更配得上他。当然我也为了变得自己更好，但是我也希望可以我们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好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，然后放弃自己真正热爱跟喜欢的事情，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我愿意跟你同甘共苦。我这个整个剧都在付出，从头到尾付出，为了他公司也不要了，为了他赴汤蹈火，还去当群演，一身脏泥都不惧怕。黄甫爵恋爱中就是一个付出型人格，对，他完全付出，啥都不要，我就要你。我们的黄甫总裁是一个 B-KING。那 B-KING 呢，他就会经常有那种标志性的 B-KING 的表情，尤其是每一次亮相的时候，他就会有那种招牌式的表情。我现在给大家重现一下，一般都是回头，这样的，手插口袋啊，注意，手插口袋，然后一定是两个手插口袋，然后这样站，等会儿。有这么夸张？放松。你这个太夸张了呀！我哪有那样？我很自然呢。放松在吗？我想看你们俩同步做这个动作。如何每周三准时盖在手机上的最新节目呢？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，或扫描二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，掌握最新剧透，追剧不再 layback。